咱大伙儿最期待的两位纯爷们儿就要上场了，王自健跟张国新，接着给大伙儿带来这段八大吉祥，掌声欢迎他们。这头发，也不是喊谁呢？那你说这话去过是吗？你去过是吗？对，我就说真的，有喜欢 C 的，有喜欢熊的，这是行话，行话，这还是乐的。这个感谢大伙儿，谢谢您。这个今天还上班，是来这么些位，心里头过意不去的。这个非常的感谢大家吧，上这儿听来，您说您上这儿听我们说呢，啊，除了让您乐之外呢，还得让您受教育。哇，你们怎么受教育？相声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人。你是说相声大赛吗？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笑死我了。这就是他可笑的地方啊！啊，也有也有不错。怎么有那么个诗？说书长戏劝人方，哎，三条大路走中央。有这句，第三句怎么说呢？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哎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是这四句。您看，只要是流传下来这个，不管是曲艺啊，是戏曲啊，都是这个教人向善的。嗯，没有说教人怎么犯坏的。没有。虽然说行内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这圈里，但是呢，但是站在台上没有跟大家说回家别好好跟媳妇儿过日子啊，出去找小三去，知道吧？守住二，保住一，发展三四五六七。你顶多台上笑个啊嘛就完了。哎，咱们没听见呢，你怎么知道我骑人呢？笑话。我给你踹地，我骑着你。说干嘛？这个不是说要教育您如何啊？那是呢。也是要跟您说点啊，希望呼吁大家做的一些事儿。哎，我们有话说。昨天我去北京304医院去了，哎，到那儿去看的这个钟如九的姐姐和母亲。您知道之前这个南昌那边烧的，不是江西呀，烧的那个自焚，然后政府官员拦着不许人救，可不，为了强占人家房子，是已经烧的就不成人形了，得到了社会的援助，到北京就医。嗯，到，别激动，哎，难受，慢慢受。您到那儿去一看，你不跟我说是人，我根本就想象不到这个是人，搭上我又玩魔兽。我就老认为是幽暗城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不开玩笑，惨极了，身上大面积的烧伤，头发没有了，眉毛没有了，耳朵跟脸你分不出来，没法看。那个人呢，就烧的根本就不是人模样了。可恶！我当时看了以后，我觉得特别的可怕。但是我想完可怕之后，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可恨。这什么意思？人家都惨成这样了，你还要恐惧他的容貌吗？应该不是他自己愿意这样。可不嘛，不是自己想这样。是。那当时看大夫给他们换药，嗯，俩人跟床上趴着，哎呀，身上那个肉啊，那个皮呀，都烤的都是酥的，哎呀，是那个深茶色的，哎呦，深茶色的。往起喧腾着，你大夫真的太惨了。大夫过来拿那手术刀啊，拿这皮儿一点点片片下来，旁边有那个医用的那个器皿吧，那个盘子搁在里头，往那块敷药，拿一片搁在那，拿一片。重度烧伤真是这样，各位，只能这么一点一点的去治，一点一点换皮，惨极了。没错，一会儿那个医用那个器皿里头一堆就是那个坏皮，跟那儿搁着码着，旁边呢有酱，葱啊，王帮你解释呢，还是烤鸭子？你哪句能说人话？我逮不着。
晚上吃的烤鸭，白天看着他。真爱说了，反正怎么说吧，您、啊、看，我不是说拿人家这么惨跟人开玩笑啊，相声必须让您乐，对，说相声不让人乐就是诈骗，但是说让您乐了不让您白乐哦，你得买票吗？不是，这是真儿。但是你除了买票之外呢，让大家记住这中式一家人的惨状，被记住，能帮忙的各位帮忙。但是说我去了，本来说我跟我们一个哥们儿一块儿去，说给人撂点钱，是啊，那个人家不缺钱，家里头小姑娘很有骨气，不需要钱，我们要的是公正，我们要的是正义。说的我觉得我拿着钱我要给人家，我当时就是骂街呀，我做文明人吧，还是就没打算给、反正说这意思吧，当时我心里就是很难受了，看着这个是网上还有人说人中家这是干嘛炒作，你说这是炒啊这是做呀、啊、这是烤吗？不是，对吧，不是鸭子，说怎么说，就是还有人说钟家你就是贪财，哎呀你就是贪财，你们家人烧成那样就是为了要钱，谁说这话站在我面前说、嗯、我给你一千万你自己倒柴油把自己烧成那样，哦好真的，让你烧得那么脆，我直接给你家人给你儿子一千万块钱，呵对不对，你给他当儿子你记住了啊，不好啊，这样咱们给一白条就行，你还我这肚子就烧了，知道吧，娱乐嘛，娱乐，你把我给搭住了，反正你叫人家那个也不是一回二回了，谁呀，从你捧哏之后对吧，这都知道说这意思了，完了我当时当天晚上回家吧，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见过最惨的最不该看的东西也就是这样了，也莫过于此了。但是说人呢、就是手贱眼瞎，哎、啊、这我不懂，你说当天晚上我回家我上什么网呢，怎么了，你知道香蕉皮是干嘛用的回家给你用用你就知道，我真不知道，知道吧，你知道什么叫捡一个洞洞好看不好看吗？好家伙，是小月就这么说，你看完还好正常没觉得恶心，我也吐了，好家伙那个太恶心了，您说早知道网上会出现这么一货，我根本就不晓得怎么用电脑啊，哎那你怎么玩魔兽这玩意儿，这比那秃毛凤还恶心呢，这个那有新外号了，秃毛凤，我以为之前凤姐穿成那样就已经是人类的极限了，没想到有比照片可怕的是文字，当然现在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，作者可恶就在这儿，反正你看，但是他这样就好，他平时呢就也上网，没我上的那么勤，我比不了他，因为什么，他是初中啊高中那会儿，高中没毕业呢就当兵去了，在部队啊，在那个部队那么些年吧，回到北京，也就是小时候一块玩的朋友就都生了，是啊，没人跟他玩，天天自己跟家里就看书看书啊，这个是金莲啊，这是西门大官人，看什么不看呐，今天啊不看书，我看盘，哎反正说这意思吧，天天跟家乐呀，后来我们俩认识了，我说你得玩电脑，你得上网啊，他没少教我得上网啊、后来就因为电脑就没事问我吧，因为我呢就跟他，就你说我们说相声的，反正我是二年级啊、就是计算机二级就考完了，然后那高的双字辈子嘛，编程嘛，一级是打字，二级是 first base， 酷 basic， basic pascal 什么这些我们都会，这不是瞎说的，这个我天天跟家，你知道那个程序员画的第一个东西就叫海龟头，知道吗？那不知道，一个海龟到处走，拿这个海龟画一条线。明白，我知道贪吃蛇。这，你说跟这个没有文化，你聊不到一块儿去。不是你多教给我呀！你看他用电脑就这样，没事跟家买一电脑，那样玩玩玩，给我打电话。哎，四健，我这个电脑啊，这个蓝屏了，蓝屏了，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办呀、啊？我跟他说，你检查什么内存呢？是怎么硬盘怎么回事？会不会系统冲突？还是你那个是独立声卡，是板载声卡？说半天，要不然你重启一下试试吧。好、啊，重启就行了。重启一下试，哎，好了。那用过两天给我打电话，哎，自驾，我这个死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说你先查内存，完了呢，你再查硬盘，完了你看你是板载声卡呀，你还是独立声卡？哎，然后呢，你看有没有什么冲突？干脆你重启一下。重启，对。过两天又给我打电话，哎，干嘛呀？我这电脑啊，黑屏，黑屏，那重启。我说你先把插头插上去。啊！我也太傻了，我准备。后来时间长了就不犯这个低级的错误了。没有这，哎，这后来了，这不是前两天给我打电话啊？我打电话，哎，自驾，我这电脑，我说你先重启一下。啊不行，我这不是重启的事儿，不是，我就问问你，因为我不懂啊。怎么了？你是从小你就玩，你能告诉我这个马赛克怎么去掉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这都是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后来有办法吗？我没有。说这，因为你看我们两个人一站就能看得出来。对呀、啊，他就是工人家庭，哎，我们家是知识分子家庭。哦，而且跟你说，不光是一般的知识分子。您说，我刚才说我是旗人呢。哎，我知道，我是宗室。不然你得换大褂，我就喜欢穿着紫红色的。那你是紫屎，这是不懂，这个就比蓝色的难掉，这是史诗级的。不玩意儿，我真不知道。再往上就是橘红色的，那就太不好听了。你知道吧？别老说这网上这点的事儿。我是棕色的，怎么黄的？是黄的，对，棕色的是对咖喱味的。这个人怎么样？没有文化，什么？我是棕色，归那个松仁府管。你怕吗？皇室宗亲，我是绝了。那听不懂，太费劲。觉罗爷，觉罗，我们姓爱新觉罗，怎么绝不像话？那你能看出他绝活没有？高发成了，东单那儿觉悟多着呢。你看啊，您是皇室宗亲，皇室宗亲，爱新觉罗，爱新觉罗没事，家里叫推魔兽玩。你看呀，这是全世界最好的网络游戏。是啊，我们皇族啊，啊，我们就得玩的什么都是最好的。你说玩什么呀？当然我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谁？你看我说我你不知道啊？提我的祖宗。你知道我们是排着字的，排字璞玉横起。哦，听说过。你们相声是德寿保文，哎，对吧？我们是璞玉横起呀、啊。嚯，有个叫爱新觉罗溥仪的，知道啊？你听说过吗？太知道了，那是我的祖先，直系的祖先。哦，您这事儿下来的，直系的祖先。爱新觉罗溥仪。哎呀，我是起字辈儿的。起字辈儿，你知道有个爱新觉罗启功吗？知道啊，那是我哥哥。岁数差这么多，那当然必须的呀。哎呀，他启功为什么跟我岁数差这么些？为什么呀？他是嫡子的嫡子的嫡子的嫡子。那您呢？我是小三的小三的。这玩意儿也他妈传辈儿了。那我也是皇亲。你等我说说说啊，你姥姥是一婆，你妈是一婆。没听错，那我也是宗亲、哦、我也是皇室，知道吧？启、啊、功那是我的族兄。哎呀，我也是启字的。您叫什么呀？我叫启凤啊。那以后我们介绍您叫咦。欢迎你。小启什么？是小启相。爱新觉罗启凤，凤是怎么说？就是轰动的轰啊。起哄啊，说的就是我呀。起哄，对呀。嚯，我们这所有人，我们这一辈上都得在折上。你看他是起哄，我是起哄，你知道吧？一个我们还有什么起风啊，起喷，全炸了，都是
皇室，什么皇室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也就是现在，你跟我这儿，跟我这儿说着嘎娃娃话。搁过去你敢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来说。笨少了说，150年前啊，家还坐江山的时候啊，那会儿故宫还不是博物院，那是住宅的时候啊，南海还就是一个小花园的时候，坐江山，你跟我这样，过来几个人掏出来噗噗，你先有，给你车带就扎了。150年前我还得跑自行车去。哎，你跟我这儿这个，你是不老服的是吧？我不是不老服，真是根本不服。我跟你说，你是姑娘就是和服，知道吗？我这昨天穿和服，不是让你穿和服，那是你呢，把手脚捆上，跳到河里，过两天就浮上来了。河彪子是吗？你整个我怎么跟你说呀？你说我是正经有能耐的人，从小受的是贵族式的教育。虽然说现而今我们江山是没了，但是我们不要江山，也不要美人。那你要什么呀？什么美少女、美少年不要。哎呀，我们要的是我们贵族的体面。那你瞧瞧，从小受贵族史的教育，什么小学、中学，我根本就不去上去，也不要我。这是主要的。我从小家老小，家有私熟，熟知道吗？私熟，我们从小就是私熟熟。天天这个年代里，谁最有学问，上我们家讲课去，单独教。什么叫懦弱？蜀人，庆春，嚯，都得去教我们上学。这些人教你？那不是教我啊！我小时候这些人就都做苦了。哎，我小时候也是请文坛最好的、最顶尖的，对不对？你像渊洁，哎，从小教的我，后来给我写部书啊，叫《皮皮鲁》，知道吗？我这个满族的姓啊，我翻译过来就叫皮皮鲁。我妹妹叫鲁西西呀。后来还已经创作一歌呢，是不是？舒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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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我们家养的玩意儿，知道我们家的养的玩意儿，知道吗？形容我们家那房子写出来就是魔方大厦。哎呀，那玩意儿渊洁正经，没少得我们家东西，是吗？当然，从小对我的教育也好。哦，什么叫四书？哪个叫五经？烂熟于心。哎呦，不说烂熟于心啊，您说我这个人就过目成诵。过目成诵，什么书看完了拿过来，啪啪啪翻一遍，记住了，多大能耐，拿走。哎，看过 X 烂吗？就这么大能耐，知道吗？拿过来一翻，全记住了，拿走，拿走，不要了，拿眼睛一看，啪就烧了。什么呀，这都是没戴着墨镜呢，我跟你说，我这烂熟于心啊，这你知道？我提我你不知道啊？您提人吧，给你提个果仁。这个战国时期的果仁谁呀？苏秦苏鸡子儿，认识吗？我倒是吃过。你也吃过呀？那个鸡子儿酥的，就是毛蛋，知道吗？什么叫毛蛋？不是苏鸡子。苏秦苏鸡子，苏鸡子就是他啊。他有这么一个特异的功能啊。特异功能叫什么？这个走马观碑。听说过，说苏秦骑着马啊，高头大马是，骑什么出来？就这么骑啊，跑得快极了，唰就过去了。路边有一石碑，是苏秦拿眼这么一扫，碑文是了然于胸的。哦，这厉害吗？太厉害了！厉害什么呀？跟我怎么比？你马能有多快？也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这最起码的提速60%，还有一提速100%的，对吧？我买了，就没别的。现在可能30-40斤就买了，知道吗？40斤就能骑。好，大家就是这不算什么啊！我坐火车关杯，坐火车怎么关杯呀？咱们还不坐那个怂火车，
我做什么呀？和谁号？京津高铁知道，我是从这儿坐五路到永定门，上了永定门火车站啊，坐和谐号奔天津，特快，350公里啊！这车唰就这么一开 啊，光速一般的。嚯，这路边有一石碑啊，可能瞧见的人都少哦，唯独我从这石碑这儿一过，拿那个余光一扫啊，碑文就全都记住了。哎，这碑文写的什么呀？廊坊站。我都替你佩服我呀！太佩服了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。冰山一角，我问你这事儿啊，就是这个，有一个羊村，你没看见吗？去厕所了吧？像话，那字儿那么老，谁看的？这是冰山一角，还有能耐？还有能耐？牧师群羊听说过吗？听说过呀。牧师群羊还是苏秦苏季子？对呀，站在山底下看山上，啊、有人放羊。一眼看出来几只黑羊几只白羊，一打眼就能看出来，一眼一扫就行了。这你也是啊，一黑羊一模一样。是吗？我都不用正眼扫啊，我拿这个膀胱。哎呦，太糙了。哎呀，你拿山东皮擦呀。啊，余光，余光，余光啊！我拿余光一扫，知道那天出去玩去了，是啊，到这山底下啊，山上有人在那儿放羊，我就拿眼睛这么一扫啊，立刻知道几只黑羊，几只白羊。我问问你，几只黑羊，几只白羊？一只黑羊，一只白羊。我替你佩服我自己啊。这只是冰山一角啊，这还冰山一角，知道吗？啊，说实在的啊，是你们说相声的啊，就没有这个文化的底蕴，怎么没有？你像你们上来就互相抄，什么啊，你哎，那个啊，你哎，有什么劲？不是你等会儿，刚没说人话呢，我不能让你抄了去。抄不抄我不管，就你这动静，我怎么在这日本的盘里头？知道你整天就是电驴 BB， 我知道。要么说你这个，形容你有那么一副对联。什么对联？知道吗？嗯，这个我不结婚我可耻，我给祖国浪费纸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你说的？你也就看看那个。说真有能耐吗？像我们这个文化人啊，刚才跟你说了，牧师群羊。嗯。这个破木重送，吹！咱们这个文人平时到了一块儿，那就是吟诗作对儿，甭管谁啊，吟诗，吟诗会吗？不会。哎，到哪儿就吟诗啊？作对就更好了，甭管谁，我是逮谁跟谁作对那种。吟诗要火啊！我是不管谁有学员来了，必须连连句儿，还连连句儿，知道吗？你根本就不行。您是拿过您的黄书的，然后跟人作对去？还有黄书的事儿，你这你也看不了什么好的了啊，知道吗？像我平时看什么书？看什么呀？金啊？谁说《金瓶梅》了？不就是吗？什么金就得是《金瓶梅》啊？就《金瓶梅》啊！你看你这个胖子，你好不了了。我就胖《金瓶梅》，你也不知道什么了啊！这金就非得《金瓶梅》？对呀、啊。我问问你啊，你说《金戈铁马传》不行吗？哟，《金朝通史》怎么就不行了？哟，《通史》怎么就不行了？是，您是皇室的就得通史，我都没听说过、啊、就是吟诗作对，文人的消遣啊，对不对？不管到哪儿啪就做首诗、啊、对不对？我坐哪儿哪儿都诗、啊、那我给您垫上点儿去。垫什么呀？对，我就不管走在哪儿坐在哪儿，身上都带着一种诗人的气息。哎呦，我倒带一股骚味儿的来了，知道吗？真有能耐。当然太有能耐了。我考考你行吗？考考我什么？咱俩做一回文字游戏怎么样？谁呀？安仔，我跟你啊做文字游戏可以啊。你呀、啊啊、你行吗？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马呀，那接呀、啊，你接那个干嘛呢？我表示惊讶呀、啊，惊讶。我说就你呀、啊，惊
呀，就你呀。这不你骂什么人呢？是我。这你跟我做声，对吧？这不就不要脸了吗？这个不怎么说话呢？你还别跟我瞪肚脐眼儿。你好，你小时候冤结教过你没有？你跟莫若对过句？不可能。还是的，我从小贵族式的教育，我天天通屎。你甭提这点屎尿屁的事儿，跟我这还坐吃。你甭吹，咱俩来一回怎么样？你真要来？对了，非死这儿不可。不至于啊！各位想看杀人吗？想。今天咱把这胖子挤得死台上，咱就算完了，好吧？来，咱吹呗。来吧，来，今儿就看你怎么。你别那么多废话。要么给你。听谁小月月就算结了 W， 咱们也解救一下小 W， 你知道吗？别废话，听着吧。做一回文字游戏啊？怎么玩吧？八大吉祥什么意思呢？八个字哪八个字？太多了，我说不了。那说哪几个？咱说五个字怎么说？天、桃、林、香、八。听着，哎，天、桃、林、香。说上来了，好吧，你这就算完了，这不死的够简单的。我说不是不是，你说的我就说这五个字，光说五个字管必时啊？那什么意思？往下还有呢？什么意思吗？听我跟您说呀，首先说啊，每个字儿各位得给它拆成俩字儿。傻了吧，傻了吧，嘿嘿，听着，每个字儿拆开俩字儿，得说出四句话来。头一句字儿拆开，听好了，里头还得找出几位古人来。更难的在哪儿？同朝同代，什么字儿起，什么字儿落，四句话，二句谁问谁，三句问谁，四句到哪儿去，太难了。咋了吧？你说了半天哈。对呀、啊，我没听懂啊。我还挺使劲。你老跟我这叫板不行。谁叫喊喊呢？你这。我跟你这样啊，干脆你给我们举个列子吧。列子，就是列宁的列呀。我这撕了我得了。等着吧，啊、我说一个，到时候您学的。行，照我这学啊。啊听着啊。是。从天开始，天啊，天，先得拆字啊，拆，说，是一大，念个天，别忙，一大，居然真念天，有病吧你？你老这会儿行不行？文言居然，你看。知道吗？这是没装修的事儿。居然就在这儿，待会儿再。你拦紧就行。什么都知道，一大念个天，然后跟谁问谁？哎，听着啊，是来古人了啊！您听是不是同朝同代？是您说，吕蒙问孙权，怎么样？谁呀？干啥的呀？我跟你说，三国里的呀。什么东西这是？不，这胖子行了，还知道三国呢？当然知道了，这是才子书啊！哎，看过三国？看过。吕蒙、孙权，这是吴国的，东吴的。太好了，嗯。三句该什么？问谁？问谁了？问谁？问关羽哪里去？问关羽，武圣人呀、啊，哪儿去了？麦城，并了天。啊。天字起，天字落，明白吗？我说这关云长啊，走麦城，对，嗝屁着凉，俩六一零，有点红了。你甭解释，是这个意思不是？该谁说了？该您说了。我怎么说呀？我怎么说的？您怎么说？您怎么说？我怎么说？看您的。听我这个啊，来吧。说一大，念作天。不错。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，问关羽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麦城，宾柳天，好 M P 四啊！我操，还有影像版的！一会儿我大罐起尿检，我找你。你怎么说话？我推你这马尿！我真希望你能再吐我一点狗屎就不错。你说错话了。
您不能照我的这个班。你说的，你怎么说的，我怎么说呀？您得说新鲜的。什么叫新鲜的呀？你不能老爱这照猫画驴，不是照猫画虎。那我应该照猫画什么呢？我管你画什么，说新鲜的。你扣开了啊，快着了。见上你，我总是有冲动。说新鲜的，真的假的？我那盘菜来吧，我说哪儿了？说没说呢？说什么？天差字，天差字是吧？说新鲜，就说我说文言啊，记己的词儿对吧？是文言文吗？就我个梗儿的词儿啊，就我个几梗儿的词儿啊，是不是？这不是一胡同串子吗？是这意思不是？是了，听着吧。您说哪字儿？天。说一的，念作天。不错。谁问谁？这个天呢，如果一出头，夫就念夫。对对。您看这个是有典故的。这我知道。您看过去那个妇女啊，是丈夫死了，她身上哭，我的天儿。谁问谁啊？别着急啊！咱们得为弘扬河北梆子做点贡献。就说为什么丈夫死了哭天？为什么呀？就因为丈夫啊，这脑袋掉了，这头没了，哭个头没了，剩一天。谁问谁？对吧？你说一旦念个天，对谁问谁？那天呢？他要是不出头。那可不是就得念天吗？你是谁问谁？下边加个口呢？吞，这字念吞啊！你说一个人一嘴把天都给吃了，是这不是吞吗？对不对？这个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你催什么呀？你赶着回家，你奶奶给你生小叔是吧？讨厌！我这刚酝酿，我这个出来，你这谁问谁，谁问谁，谁问谁，怎么那么脆呀？这爸爸，您慢慢想黄石，您慢慢酝酿。哎，讨厌！有我们这个有身份的人，你们这个说相声的怎么能在一块儿呢？您说，一打念个天，谁问谁？一打念个天，谁问谁？一打念个天。我站那边去。你大爷！快点给他拿个鲜包。你看这饿了，你这撕什么牙？谁帮谁？一半念个天，该卖谁？我给你拿纸去行吗？哎，不打。想出来了，想出来了，啊，想出来了，扣上点开。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呀？桃仙问路仙。这个有听明白的知道，咱们这个就高级，不是那个上谱。皇室的王爷，您等会儿等会儿，什么意思？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个朝鲜问路仙，哪儿了有的这是？你瞧过书吗？不是，你这不是同朝同代什么东西？这都我这俩人不光同朝同代，而且哪朝哪代都同朝同代。这高级，你听得懂吗？你刚才说那什么书？我是三国吗？我这是三言呢。三言？说是在大明朝啊，有这么一位的作家，哪位？名曰冯梦龙。哦，冯梦龙和另外一位作家谁呀？凌蒙初。有二人合著了一部短篇小说集，叫《名唤三言两坡》。上口两坡，这个三言呢啊，就是冯梦龙先生所撰写的。对，在这个醒世恒言当中，嗯，有这么一篇。
叫做伯娘子永镇雷峰塔。雷所想之人啊，乃是千年的精灵博蛇佛素贞。这不能做逗的，他爷们儿叫许仙呢。这个哎呀，你闪死我了。不错，你知道吗？你些什么的，俩人一块儿过日子啊，反正长得也好看呢、啊、又狗不又丢丢的、哎、赶上有那么一年啊，五月节。哦，五月节吃什么？吃粽子。对呀、啊、跟家吃那粽子啊，博蛇许仙俩人跟那一坐，拿起来噎着了，噎着了啊！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弄点这个饮料啊，奔下呀，这骚啊！饮料，饮料奔下顺。嗯，五月节喝什么？喝什么呀？喝雄黄月酒。说，各位，您可想一件事儿 啊，这个雄黄酒是谁想喝就能喝的吗？怎么了？雄黄在过去就是现在的这个杀虫剂啊。杀虫剂知道，就是雷达。专训这个蛇虫鼠蚁。哦，这个白蛇弄点这雄黄酒，咣咣咣咣喝下去，看怎么了？可出了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就这白蛇啊，唰一下变了一大长虫。好家伙，许仙哪儿见过这个去啊？一看变这样啊，哎呦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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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就窝过去了。这白蛇赶紧过去就窝巴他呀，他窝巴他，窝巴半天愣没窝巴过来啊！哎呦，白蛇怕的许仙身上这字哭啊，怎么哭啊？我的天！咱们说半天没这哭的，头没了。正在哭着呢啊，正在伤心处，是旁边来人了。谁呀？白蛇的妹妹叫小青。有这位？您看呢，这个电视剧里说是青蛇，哎，其实不是。那是书里头写的是这个断桥底的一条青鱼精。哦，青鱼小青过来了。嗯，但说姐姐姐姐，咱先别哭了，咱先别哭了。我不哭我怎么办呢？在那儿哭，别别，相公有救啊，有救，那怎么救啊？这个咱们呀，找地儿到这个灵芝仙草去，稻草去，有这么出戏呀？什么呀？稻仙草啊？爱情剧里有。到得灵芝仙草，嗯、相公方等转阴还阳。哦，白蛇一听，稻草啊，哪个好友中了？哎呀，小青一听您这个，哎呀，您这太 out 了吧，您这 out 死了啊！你别玩这个了，知道吗？玩这个于相公身体不利。哦，那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美国的这玩意儿叫非死不可。哦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别闹，咱们得上这个南极仙。啊，到寻之仙草去呀！是是是，白蛇一听有道理啊，当时是掐诀念咒，哦，腾云驾雾啊，手拿金箍棒，呵，拿棒子，乱了，没头的事，蛇来够利索的，没那个，错了，那是驾着祥云就走了，手拿双龙剑，哎，可就奔了南极仙岛了。不错，到南极仙岛这么一瞧，嗯，哎呦喂，怎么了？这个。感情这个草啊，有人看着。谁呀？嘿，咱们这各位啊啊，我这学问马上乌泱一下就要出来了。您前面躲远点啊，知道吧？刚才要出东西了，要我拿伞去吧。出来之后啊，他就知道他那个不值钱了。是，我就埋进去了。咱这马上就出来啊啊！谁看着这草？谁？伯豪童子、梅露童子，这不就是豪仙露仙吗？啊啊！怎么没累死你啊？是不是不管哪朝哪代，他们俩都一朝一代？啊，还真是。俩神仙啊，这俩傻了吧？豪仙露仙服吗？服。三言二郭服吗？这服。冯梦龙服吗？不服。
不是，我扶他干嘛呀？好吧，说上来了，说完了吗？没来吧？找月月去吗？我，你还没说问谁呢？你给月月当叔，你当月月叔，知道吧？别废话，问谁？还得问谁？多听点。问谁？红楼说啊，说说一大念个天。谁问谁？曹先问鲁先。关键这句问谁？问。南极翁哪里去？南极翁是谁？南极翁都不知道呢。不知道，扣又开了吧？你别老管这个。南极翁 啊，南极子是老寿星啊，分头大脑袋，大脑袋，大脑袋。哎，南极子老寿星，大脑袋。哎，对了，不是这哪儿去了？驾豪奔南天，干嘛去了？找玉皇大帝聊聊天儿。对不对？聊天。哎，去你这玉帝，你这香蕉皮扔了吗？这得问呢，这得问呢，对不对？这都有啊。行行，这算您说了，怎么样？咱天启天了，哎，可以。各位啊，他出的主意是到咱们这儿，不加思索是脱口而出，是出口成脏啊。是吧？是够脏的，对对对对。啊，完了，往下还有呢。还有呢，厅长。嗯，我说的别着急，该哪个字了？桃，怎么写呀？木照，念个桃啊，就吃那桃。哎，是平骨桃，是怀柔桃，你管着吧你。我爱吃梨核的，怎么样？木照，念个桃，谁问谁？许褚问张辽。哦，嘿嘿，嘿。环是三国，到了，还跟你这么说啊？往下走，全都是三国，咱们一肚子三国，一肚子三国，对了，那的时候多疼啊！快找吧你，你可千万别装那个精装本的，知道吧？我简装的，你甭管。真许褚问张辽，这曹大舅改了，曹操问了，对了，问谁？问蒋干哪里去？道叔蒋干，对呀、啊，哪儿去了？献虎，献寿桃，干嘛还献寿桃啊？曹操过生日啊，孟美过生日，对了，听我这个，该您了，说一大念个天，对，好。一大念个桃，念桃吗？木照，木照念个天，什么呀？桃，木照念个桃，怎么讲？大声点！下周还可以抠出莲花，真的。对，同意，同意。你怎么同意？我够意思。说这也打。去，给钱了吗？这记上，对，记上，记上，记上。什么？说哪儿了？说哪儿？该你了。一大念个天，木照念个桃，木照念个桃。谁问谁？又到这儿了，仙路问仙豪。给美给美呢？怎么？还是这俩货呀、啊？刚才是豪仙问鲁仙，对呀、啊，现在仙路问仙豪，什么意思啊？俩人聊天呢、啊。聊天呢，人讲礼仪为先，树相知也为缘呐。啊啊！废话，咱俩说话，我跟你说话，你不搭理我，那有礼貌吗？哦，没有。所以他问他一回呢，他问他一回，来回问呢。哎，这聊天呢，玩这俩。哎，他俩真行。木照念个桃，谁问谁？仙路问仙豪，问一回。问谁呢？问南极翁。哪里去？南极翁谁啊？不是告诉你一回了吗？啊，南极子老寿星，背头大脑袋。大脑袋哪儿去了？大脑袋。瑶池赴蟠桃。瑶池？知道瑶池赴蟠桃怎么闹的事吗？
王母娘娘啊。那是啊，啊，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，大闹天宫的孙猴就把那个仙桃偷，你听咱们这笑口，就把那个仙桃偷，就把那个仙桃偷，多有意思。别使劲给我喷出来了。你刚才那是谁过生日？曹操。完了，咱们王母娘娘过生日，光从这个行政工资的这个差距就多你多少级，知道吗？完了，你这死去找月月去，给他们出去吧。说点别的行不行啊？说什么？往下来，该什么了？往下该有的啊。林叫啥？怎么拆？二木，念个林，就是树林的林。对了，嗯，二木念个林。谁问谁？张飞问赵云，又改蜀国了，好不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哎，问谁？问黄嫂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躲避密松林。啊，这我知道啊，知道吧？子龙单骑救主啊。对喽。说那赵云啊，单枪匹马闯入曹营，哎，砍倒大都两杆，夺槊三条，马了线，看看看废命啊！曹操立于山头，这一看不想象，高跟八脚八蹄靠坐骑，八龙马手使亮银枪，真是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啊啊啊何愁大事难成，又有徐庶原职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鼓掌的曹营我知道有这么一段儿，我怎么都拦不住你了都？我从小就会这，用不着，都是太贫了。渊洁教的，爱教这个。三国，我是这段不是？是是是，该谁了？该你了。说哪字？林呢？林啊！哎，听着啊，二木念个林。谁呢？谁问谁？豪神问鲁神。神了，你想这道理去吧。不知道这哥俩啊，横是不能一直跟那儿看着那个草吧？看草不能一直跟那儿看着灵芝，他们得出去打怪去。怪对吧？你也知道这个北极刚开，俩人都 AFK 很长时间了。听说开服了呢，哎，咱去瞧瞧去吧。俩人就去坐那个破冰船，到了北极了，出去看一个矮人过去接一任务啊。出去以后开始打那个大蜘蛛，啊，天上飞的飞龙开始干这个，吃上鬼。打完之后升一级，换一个这个绿色的锤子，然后就这么打了一圈吧。北极整个都踏遍了呢，正好打死最后一个怪。这个豪使一个冲锋过去，一个嘲讽就给拉住了。跟后头戳这个岩爆树，你知道吗？我求啊，得戳六秒啊！戳完之后奔前一推，砰！紧跟着就把那人就给打死了。打死之后，那个怪是应声倒地，哥俩身上一道金光闪过，砰！升级了。在这个大灾变之前呢，这就算满级了，知道吧？顶级了就不是仙了，这就是神了。豪神问鲁神，回家把我们家电脑砸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没玩这个？支援灾区多好啊！完，记着把马赛克给删了。问谁？问南极风哪里去？这南极风是谁呀、啊？不是告诉你两回了吗？啊、南极子、老少侠、倍儿头、大喇叭，这不要脸！你怎么都知道了？废话，这大脑袋哪儿去了？舔着脸，坐客紫竹林。紫竹林找观音大士聊聊天，他们俩聊知道吧？紫竹林跟紫竹院就不一样，知道吗？紫竹林那儿都是观音大士、红孩儿、黑熊精都有，他上那儿呢，跟观音大士探讨佛法，对吧？啊，这个观音大士啊，最近那个喜羊羊啊，是暖羊羊啊，你看了几集啊？观音跟这儿，哎呀，我只看海贼王啊，聊聊天佛法，聊聊佛法，聊聊佛法，过去问问你们，福尔萨斯推倒了没有？
还有呢，还有。你要暂停一会儿，暂停都没关系。往下说啊，哎，香香怎么写呀、啊？何日念个香？香口的香。来了，谁问谁？何日念个香？谁问谁呀、啊？鲁肃问周郎。问谁？问刘备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甘露寺去降香。啊，这是甘露寺。哎呀，这戏叫龙凤呈祥啊，不错。马派是最好，马连良。选片我一上，自由之王。老夏，你还会唱吗？老臣愚直说从头，六八本是兵忙忙，兵的玄孙一毛六，他有过儿的寒受平安好。我给你脸的是卖的，我哪能不会唱呢？挺过瘾的，钱贵没有这个，你知道吗？该上哪儿唱，知道吗？行行行，我说完了，该您了，又该我了。我这连皮带脸的，怎么那么快？又什么字？香香，说何日念个香？哎哎哎！豪邦问鲁邦，这帮货怎么成帮了、啊？这豪跟这鲁啊，啊，从一级到八十级。都是哥们儿，可是后来呢，因为这个豪啊黑手，鹿就不跟他一块玩了，俩人呢各自组了自己的工会，一个叫豪帮呢，一个叫鹿帮，一块儿下副本刷战场什么的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豪帮跟鹿帮，豪帮跟鹿帮。还是我找的真好，问谁呀、啊？问南京。对的，啊，那臭不要脸大脑袋哪去了？庙了去烧香，庙烧香，哎，庙里去烧香，赶快说最后一个啊！你真受不了，该你该你，该八了啊！嗯，说皮儿那念个八，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。各位，还不起哄呢？啊！好，就这胖子刚才拍着肚皮，这里头都是三国，往后说句句三国。好家伙，唐僧白马子出来了，改《红楼梦》不行？像话吗？是《红楼梦》吗？那这是《水浒传》。西游记，西游不是唐僧原来是女娲石啊，白马是降龙掌啊，跟你没关系。你既下世为人，我便也随着去。告诉你，我换了，急呢，我换了，明天就换。想起那篇文章，他爆发了，他突然爆发了，他就这么爆发了。你甭管这个，告诉你，一个唐，还有那个鹿，你让他们歇会儿行不行？好家伙，晚班刷夜去了是吧？这不是父母刚刷新的吗？住口！不走。我那大脑袋掐死，把这鹿跟豪给我送动物园去，掐死我了。送动物园去，住手，买衣服去。把我让他送蹦迪去了，幸亏李泽。哎，告诉你这几个不许出来，尤其大脑袋，大脑袋再出来给你脑袋卸出去。急的，你这么大气，小心这个肚子，知道吗？接着说，接着说，唐僧问白马问谁？孙猴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高老庄去捉猪老八。八起八落，听咱们这个，来吧，撇儿那念个八，谁问谁？豪妈问鲁妈，老八是吧？
瞎子，好瞎子鲁瞎，好瞎子鲁瞎，说人话，好瞎子鲁瞎，你留神你脑袋啊！你挑一个吧，我挑，多选一，我哪一个也不要，我换了你得换呢，你换一个吧。出来四回你就烦了啊！你怎么看韩剧啊？啊！你是 out 了，知道吗？是 out 了。这浪漫满屋什么的，你怎么弄啊？你看，我求求您，换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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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撇儿那念个八，谁问谁？有了，我怎么看在中间你有了？那念个八，谁问谁？你媳妇问你妈，问你妈，问你妈，还不是豪哥录大脑就回来了？咱们录我妈跟我媳妇都出来了，龙招龙带。我这可是捧您，这还捧我？当然了，不明白。刚才咱们说的那些啊，张飞、赵云、吕蒙、孙权，是还有什么豪仙、鲁仙、嗯、南极子、哦、王母娘娘、玉皇大帝、啊、观世音菩萨，对，不是古代的圣贤英雄，嗯，就是得道的神仙呀、啊。是啊，我的天哪！啊，拿您家了人都比成神仙了，还不是捧您呐？哦，这是好话，问你妈。往下你可都得说我们家的事儿，都出不了你们家门，不能改了。听着，说吧。婶儿大念个八啊，问谁问谁？你媳妇问你妈，问谁？问你爸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河北装王八。我去你妈！